大家好，我准备，我现在人在那个西门町的武昌街现场哦，武昌街这边是武昌街，来是中华路武昌街。然后呢，听说现在西门町也有那个百元贩卖机，所以我们今天就来试试看。我特别的准备了十张的100块，十张的100块，所以我们来抽抽看吧。八位抽完，你都不讲话吗？可可酒精？哎呀，我要讲话，为什么？你可以讲话，你要跟我搭话啊。八被抽完了吗？为什么？最好的，接下来你应该就是七彩。哎、欸，我的100块被退掉了，确定？来了，这台跟贺百货的不一样，因为这台它上面叫做是纸箱，然后上面写着百宝盒，写着百宝盒，哎、欸，超轻的，我觉得好像很烂。究竟是什么呢？手机壳，烂啊！哎、欸，九的没了，九的没了，那来个一号哈。是啊。应该很难比手机壳更烂了啦。等下拿一包乖乖。应该很难比手机壳更烂。就一包乖乖了。究竟是什么呢？完蛋了，感觉又是手机壳。又是手机壳。我的手机壳啊。是不是手机壳？你帮我看一下。各位，如果手机壳卖不掉的话呢，就买一台这个机器，好不好？好，买一台机器哦。会不会 iPhone 4的手机壳啊？可能，然后大家抽到就好像。会不会 iPhone 4的手机壳？刚刚是一号，对不对？你刚刚也是一号。那我要换号码。你刚刚说四号，是不是？四号。好，四号。四号。再来一只手机壳。哎、欸，如果都手机壳，我真的暴怒哦。这个声音。这个恐怒。这个声音。哎、欸，跟你的一样，跟你的一样、欸，哎，跟你的一样。抽满两个是不是可以换什么东西？我看人家玩店在抽，还有好歹还有什么行李箱啊，什么腰包的啊。那应该是业配。我觉得是业配。我现在想一想，我觉得是业配。业配对。要接业配不会找我，我比较便宜哦。我们已经抽了三个手机壳。三个手机壳。而且爱奇艺。你在拿得动吗？要不要放地上？我爱奇艺手机壳很轻啊。好像。手机壳还，反正我想手机壳也不会被偷啦。我们是不是重复把一个抽完就不会都是手机壳？那我们把一号抽完，好，再抽一次，把一号抽完。手，哎，不太像手机壳啊，像了，不一样了，有点不太像哦，不太像啊，还是直接用手机壳卡在上面。这个材质好像比较好。我家踏脚垫就是这个。那哥哥，你待会还是想要抽吗？我只抽100就好。你决定只抽100吗？因为我只有一只手机，我不需要。只买一个手机壳吗？一号被我抽完了。已经被抽完了。那我来抽二号。来，如果要手机壳，你会怎么办？我还好，人生就这样嘛，刮刮乐赔6000嘛，还好。好好好，人生就这样，今天大不了赔1000。哇，这声音又是又是，哇，手机壳烂透了。来二号，二号，这个声音，这个重力加速度，就是有没有？哎、欸，它还蛮多花纹的，是不是凑10个手机壳可以换东西啊？可以换一个，可以换一个 iPhone 7 Plus 的手机壳给我吗？拜托，好兴奋哦，好兴奋啊！哎、欸，不是手机壳啊，真的假的？不是手机壳啊。哦，这什么东西啊？这不错啊！这不错、啊。为什么没有说39块？我听到啊，这看起来好歹要29块，好吗？这是小的那个，你有那个叫什么、啊？就是压那个牙齿，它会咬下来，可以玩的。它好像没有牙齿、欸。有啦，有吧？有。有没有看到？啊、哦，有。好啦，我觉得比手机壳实用啊。手机壳比较贵耶。可是不是、啊，我就没有那个手机啊。还有三个，还有三个，我们快一点，后面还有人。迫不及待的要来抽手机壳哦，对，我们不要阻止他们哦。他应该改名叫手机盒，对，手机盒应该改名叫手机盒。这个速度，我觉得又是手机壳，又是轻轻的。偷看一下，哇，红色的手机壳，红色布料的，红色布料，对，绒毛布，感觉还不错。十八号，来，哦，这种脆弱的。
钓几杆？不一样哦，不一样哦，不一样。我再偷瞄一下。不一样。烤地瓜。这什么啊？这什么啊？那感觉你就不会用到。你是女生，那是什么？这干嘛的？这好像可以瘦大腿的，好像贴在腿上可以瘦大腿。对，可能他觉得你的腿很粗。这对我来说实用度也是零啊。我意，你搞不好贴不上去。什么贴不上去？因为这粗度宽度不够。贴得上去，只是可能不会贴满。最后一张喽，最后一张喽，十七。来，这个比较蓬，这个比较蓬，你们看到？因为比较嗨，比较蓬。里面是明蟹惠顾。没有声音哎。声音好恐怖。它蓬开来你看。我觉得有问题。不是手机壳。哦，意义不明是什么？什么好适合我？排便顺畅，这干嘛的？一个大便，而且还脏脏的，是被退货过啊？这应该是别人用过。这干嘛的？这干嘛的？后面还很多人牌子要抽手机壳真的吗？满满的手机壳。大家不要抽的都是手机壳，还有一些比手机壳更烂的东西。好了，以上是我们这一次的那个西门町的百宝手机盒，百款手机盒的那个体验大家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的话，可以按一个赞。想要看到更多影片的话，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。旁边还有各种影片，大家可以点进去看。然后呢，可可也会拍一支嘛。对啊。所以旁边有可可的，可以点进去看可可的，好不好？下次见，拜拜。好，各位，我们已经发现这个抽到马桶怎么用了。大家看好。它会射水出来哦。越开越大，它会那个哦。哦哦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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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